日本地震了，真侪咱台湾的乡亲就主动来到咱无共所在会所，讲要来捐钱。咱待会带大家来看，就是台中租借分会，真侪人就亲像安尼啊，摕着钱筒啊，摕着纸工哦，要来分会来立因的，来交因的这个善款啊，用因的爱心来累积哦，真正希望滴水成河，粒米成箩，咱同齐来祝福日本的乡亲。好的，各党各大提供造型的钱筒啊，来到台中分会。这个钱筒啊，是洪少恩全家伙啊斗阵捡的。平常时只要有南山的，拢会捡起来，捡真侪年。看到日本发生严重的灾情，洪少恩代表全家伙啊来捐款。我们家是做贸易的嘛，然后因为等于是日本车全世界都在开，那可能等于就是造福我们，因为我们也是在卖。这些零件这几年都是他造福我们，那我们想说做一个回馈。抱德公啊来捐善款，72岁王廖月桂是癌症末期的患者，较早的先生做义警，指挥交通出意外，半身瘫痪。王廖月桂一边赚钱饲家，一边照顾先生家囡仔，经过坎坷的人生路，透过上林的法，了解因缘果报，把握分秒做好事。把每一分钟，就是我怕我没有明天。今天我就要做，明天会不会还在，我还不晓得，不敢把握。爱心不断用日台中分会，80岁老阿伯苏有松在台湾接受日本的教育，较早固定每一年爱甲日本两三转，看到日本的严重灾情，心内真艰苦。不晓得怎么描写了，真是太，咱从来这种情形好像很少看过，这种情形太离谱了，真的太离谱了。想到会流泪。真的心痛。一笔善款，一念善心，善心人祝福日本会当早一日重建家园。台视新闻黄子玲、郭志忠台中报道。